大家都知道，我的好粉丝经常会给我发奇奇怪怪的宠物探险僵尸，每次都让我玩得开怀大笑。但在前两天，我竟然收到了一个来自外国的改版，怎么这是？平时中国菜吃腻了，想试试西餐？那行，没问题。那咱们今天就来体验一下外国的工艺。那刚一打开，我们就能感受到不同。现在的游戏画面可以填满整个屏幕，这就很舒服了。哎，这才叫细节。嗯，大哥。咱这草皮是不是铺得有点歪啊？还有这小推车，什么意思？空中飞车，给僵尸剃头用的。那豌豆像是因此也是非常合理的，可以直接种在门上啊。这是不是哪里不太对啊？作者代码写错了吧？那么这个时候就有聪明的观众同学要说了。花生明明是你自己不会玩吧，人家游戏是有宽屏模式的打开方式的，你用那个打开游戏就没问题了。确实，但是我刚开始录素材的时候是真的没看到啊。咱们先这样凑合玩一下，就是辛苦了有强迫症的同学了啊，你们应该很感谢我吧。回到游戏，可以看到我们的豌豆像是戴了个小礼帽，非常的优雅。而僵尸那边就像是从 A 世界穿越过来一样，凭空出现啊，非常的玄幻。那这个1-1的难度总体来说和原本差不多，非常轻松就获得了向日葵。哥们儿，脸够大的呀，你搁这拍大头贴呢？好嘛。从上面的文字到中间的头像，再到下面的简介啊，没有一个在框里面，把游戏代码都欺骗了是吧？向日葵指挥官，那1-2也没啥多说的，就是把草皮铺到了2楼去而已啊，获得了一条炸弹，我已经习惯了。1-3，哦，新的僵尸出现了，冰哥的僵尸，身上的冰块上还插着一条咸鱼。那随着豌豆僵尸的攻击，冰块也会不断破碎，最后露出僵尸的真身。好像是个水手。那他的背景故事，我猜应该是在航行的途中啊，一不小心就掉进了南极的冰窟窿里啊，再一不小心被冻得梆硬，最后来到了我们的草坪。看来我的脑子是真的很香啊，这都能吸引过来。不过他的防御力还是比较一般，被我们的豌豆僵尸轻松解掉。目前为止好像还没有什么太多激动人心的内容，但别慌。大的马上就要来了，关卡1-4，请大家瞪大双眼看好这个草皮。没错，他自我修复了 bug， 哎，这才是2022年的游戏该有的样子。虽然这个小推车可能是稍微靠后了一点，但是问题不大。让我们种一棵植物，让大家看一看高超的代码。这个怎么说？打破常规啊！就谁说棋子一定要放在格子里呢？行了，我圆不回来了，就这样吧。这种起来不也一样吗？对吧？就只是说稍微有点别扭。最后一行种个豌豆下士啊，问题不大哈。然而就在我玩着玩着的时候，我猛然发现，可能这就是宝藏游戏吧，随时都能给我惊喜。那游戏的 bug 特性咱们也聊得够多了，接下来让我们好好看一下植物和僵尸吧。冰冻生菜，刘飞可以冻结一个僵尸，甚至可以冻结冰块僵尸。好嘛，这下不得给冻成重感冒了。那它其实就是2代 PVZ 的植物，咱们的奇块作者直接也拿过来用了。那相比之下呢，这个糖果射手好像就更有意思一些，可以发射糖果使僵尸中毒，直到僵尸被毒死。听起来还不赖嘛。那试一试，250阳光非常的吉利，糖果发射打在冰哥他身上，又爆出一定的糖果，那么冰块僵尸当场中毒，很快就嗝屁了。这个伤害虽然不错，但是你这个价格确实有点太贵了吧？我第二号是没钱中了，不过3个豌豆下士应该也差不多吧。就这样，只有第二条路受伤的事件完成了。为什么现在就连玩个植物大僵尸都得玩版本强势英雄啊？我他妈！鬼魂辣椒价值100阳光，可以恐吓僵尸，并造成持续的伤害。那实际打的实际就是这样。这僵尸根本就不怎么掉血啊，太刮痧了吧。而在不攻击僵尸的时候，我们的辣椒就会保持一个萎靡状态，感觉身体被掏空。这不行啊，碰到强力的僵尸这可怎么办？哦，是轮滑僵尸，直接他一个滑铲，脚底带火的就跑向了五香蛋，然后就是一顿乱啃。就只是啃啃吗？脸掉了，大哥，别的僵尸掉头，这哥们是掉脸，脸都不要了啊！接着身子也是不争气的倒了下来啊！那这个新植物和新僵尸真是卧龙凤雏啊！你俩凑一对算了啊！那后面的白天关卡难度也不大，那么闭着眼睛用脚打过之后呢，就来到了夜间关卡。而在这里，我们并没有见到熟悉的毒爆僵尸，而是见到了你他妈谁呀、啊？还拿着个靶子，这人让我打是吧？来，我这边已经放好了好几个小喷锅，直接把他的靶子打了。来，你在跟我嚣张什么？你在？哈哈，生气了。开始疯狂的进攻，但是坦度不够，被我们几个小小喷菇斩于马下。要不咱还是换二爷回来吧，这个只能说是拙劣的模仿者啊。获得绿光花指挥官，这哥们儿特点不是别的，就是你种的越多，那他给的阳光也就越多。我这里简简单单就2排阳光，完全充足，就获得了极光道。
就光动，这个也是二代植物啊。你搁这搞 PVZ2 一代重置版的是吧？2-3特殊模式，不是很懂什么意思。这里先有一个墓碑吞噬者，我好像干了一件很蠢的事情。小翻车啊！那这里咱们要注意到这串英文的说明，这里说了我们可以用右键定住僵尸，哎，这就有了拉屎的资本呀！哎，我可以定住他，你们看，定，咋挖住他？哎呀，那后眼光的，完了！很好，也就丢了四株小飞车。那你要问我借了吗？我会告诉你，必不可能。守得住吗？这真的守得住吗？先打这一行，这行我看是顶不住了，从后面打，没人上车好推车，不用怕。那么玩着玩着，我或许就是有一些飘了，我就在想有没有可能三倍速咋地说？三倍速好像有点瞧不起僵尸，四倍速吧，来，开战斗。目前感觉还好，目前游刃有余，挖个墓碑，过来了，没事，一切在我的掌握之中。别，这么快？这完了，没挖掉，被他给吃了。别出这么多，给你花生哥一点面子。体内，没关系。哇！